要两只，两只两百哦。哦，直接放在水龙头底下，直接清洗，就可以把它上面的果蜡、农药、沙子跟水洗得干干净净。后面帮你包，我这边没有收钱。地瓜、苹果、梨子的皮都最营养，不要再削皮吃了，连皮一起吃对身体健康最好。你们不要再用化学的菜瓜布了。我这个哦，直接烧给你看。你闻闻看，是木头烧焦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哥闻闻看，是木头烧焦的味道。这一块不会发霉，不会变硬，一块可以用半年。这一块，收购有在卖，你要认明这个 mark， 这个 mark， 塑胶袋包起来卖你卖290，好，两个卖290。我今天来菜市场做广告的，你们要谢谢这个大哥跟这个美女。好，我本来没有要这样子卖的。我在卖都是卖一个80块，两个100，哦，现在就这边而已。有家里接人同学大气一点，卖啥大气？现在哦，一个50块，就这边哦，有需要自己带。他有带的都留名片，我这个要回流客，卖你们一次没有用，都搞前面去。我变回流客啦，袂你一盖拢无效哦，面子拢搞老的。嗯，这个它不会发霉，不会变硬，一块可以用半年的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我把五干老妹寄给你了。我够渣哦。啊，一个五渣，跟他其他的无聊。哦。好了，颜色你要什么颜色？蓝色。要几块？够要两块？够要一块？哎，就好好。